嗨，你好，是小鱼子。这一集开箱这个 Descendant 上周发的 Sport Item 目录隐藏款的这个渔夫帽。那这一顶设计也是很简单的，就是经典的金鱼 logo。一边是换气的，一边是这个潜下去的尾巴，都是电绣的，做得蛮好的。然后这顶是日本制的，然后当天非常抢手，现在也买不到了。它做工上，因为 我其实拿到之后蛮好奇，说怎么卖那么好。它在车工啊、做工上都做得非常好。然后也可以带给大家大概看一下，然后看一下，因为怕有仿品啊，给大家看看内标。这顶是日本制的吼，然后相对同一天发售的另一款的那个那叫做教练外套，那就不是中国制。好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侧，这边是正面，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是正面，然后转过来背面这边就有设计一个这个衣服上都有的这个布标，然后反过来就是 Descendant 的标语。好，然后在左边侧面这里有这个尾巴，但你要怎么戴，顺序怎么戴都看个人啦。那这一顶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